double J 的一个战术哦，哇，这个底线的切入，法师超距离的投篮，高难度啊，利用整个高位的一个双挡，在 side panel 的部分，哇，这个第一挡就出手。I mean, obviously, you guys knew I missed a lot of shots during the regular time period. You know, a lot of shots that I was supposed to make, you know, usually for the team. But, you know, I got to thank my teammates. You know, they kept me positive on the bench. And they told me stay aggressive, you know, stay ready when I go in, stay ready. And that's what really happened. You know, great teams, they figure it out. And that's what exactly what we did, you know. We stuck with the plan, we grinded. Forced it into overtime, and then we just, you know, came out on the victory on top. You know, just made the right plays at the right time. 他说，在今天前半段的比赛的时候呢，他有很多该投进的球他没有投进，但是呢，他的队友都非常的正面的继续鼓励他，让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继续专注于比赛，然后等到对的时刻的时候，他就有更多发挥的空间。他说，一个好的球队呢，就是会在困境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他要感谢他的队友呢，在整场比赛一直让他有一个很正面思考的想法，那然后所以在延长赛的时候，他才可以继续的专注，然后有很好的一个投篮的结果。其实法师这位球员是非常容易带动整个球场的气氛啊，没错，投了进就大家嗨了，嗨了翻天了、啊，哇，两位新人的对决啊！这就是我说的奔放啊，先一个转身再抛投，双方六分差距。对，哇，出现失误了，连续两次的球权都以失误作收。其实刚刚的打法其实可以再继续，先看他这一球，朱云豪的这个转身漂亮的过人哦，哇！要知道陈俊南他是防守大锁著称哦，他这边比较吃亏的，后面的大臂好。及时补进，终于有一个好表现了。他今天首度得分，苦攻型的洋将。哇，这球空中直接按下来，大 B。球虽然出界，但是防守精彩，联盟的主攻王。还是逃不过火锅王的一个火锅伺候。他这场打下去就20场嘛，所以他的火锅王算是。可以算在记录内，非常干净的一个大火锅哈。摸最后一集了，老吴 crossover 之后，到了禁区一个翻身的跳投。球被张文鼎拨出来，比赛结束。啊，吴家俊机会已经创造出来，第四节他也投进了3个难度不算低的这个 top shot， 但是最后关键的一集他没把握住，自己显得非常非常的懊恼。对，我觉得这最后一次的机会其实有打出来的来，他也就去挑战篮筐，在做 two man game 的时候，并不一定有办法找到队友，那最后的选择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其实就是进与不。